这个就是我们的豆腐，豆腐就是我们的稍微煎一煎。不同食材在锅子翻炒，素馄饨教学突破大家对蔬食的想象。把这个食材放在这边，大概这样子，那么我们就把它对折，连着它 ，OK， 这样就很美了 ，OK， 正好。五级径向环保站举办市集，今年增设蔬食烹饪教学，推广健康饮食。烹饪的时候是没有煎炸那些东西，然后经过这样子的过程哦，烹调出来哦，是吃到比较健康，比较均匀。因为第一次看到你就是放了这样多菜嘛，然后还蛮好吃，还以为会影响口感，可是没有。它好喝，味道很香，喝了清甜。上就煮，等下就去采材料。那种弹性 QQ 的，而且会糊糊的，这个汤我们可以拿来煮汤。好不好吃？地球只有一个，民以食为天，更要透过饮食敬天爱地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黄福源马来西亚报道。